哎，你好，张建主席，你今天的活动啊很成功，哎，你对我们的黄朋友说几句好吗？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好，我是张杰，家中商贸创新联盟主席。那么今天呢，我们家中商贸创新联盟主办了第四届加拿大中国科技商贸与创新论坛。那么前三届呢，我们是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举办的，以这个食品环保为主的。那么这一次的创新论坛呢，主要是以这个医疗科技创新。那么来自中国代表团的15位院长、主任、专家来到加拿大多伦多与加拿大10个医院及机构、医疗机构进行参访、合作、交流以及论坛，还有这个workshop。那么加拿大的医院呢，主要包括玛格丽特公主研究中心、多伦多总医院以及 Sunnybrook 骨科医院，还有这个北约克医院，多伦多的病童医院。那么希望通过这次合作呢，促进中加之间的医疗的科技创新以及合作，以及将来的新医院建设以及医疗方面的品牌建设和管理。还有就是借此机会呢，元旦快到了，借此新年之际，祝愿支持我们的所有的就是加拿大以及中国的朋友，祝愿大家新年快乐。